看一首卡梦，哎呦，面对的是轩轩几的博士啊，哼。轩轩几也开始打博士了。那我们看看，对吧？刚刚还在说想看看这些最顶级的求生者溜不溜得动博士。上来是一个冒险家，对，冒险家不用溜啊，狗就好了。好像看见了，完了，这把求生者节奏裂开，没看见吗？鸟，哎呦，还有个内接鸟，本来还能苟一苟的，这内接鸟要命了。刚才因为我们上帝视角是知道的，所以说看见了这边足迹和身影啊，但是监管者不一定。哎，这边一刀抬走，内接鸟，这真是要命了。我觉得可以传了，这边确定前锋的话可以传了。对，要去拉节奏的，这把节奏要抬起来，直接横向刀，一刀顶掉。好，现在还没有进入涌动，再抬一刀，一刀。他带的这个天赋是带快踩的，风窗挽留。这个天赋跟我们看见的主流的博士不太一样啊，而且我觉得那个老李他应该是没怎么打啊，刚开始打，所以说他的一个节奏是不是特别好。不是特别好在哪里呢？就是在于他的那个控能量上面，他这个能量上面控的不是特别的舒服，跟那些打到榜前的博士比起来的话，这个能量没有一直保持在一个涌动霸体状态。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厉害的基本上全程就是把刀永远亮着的。再看再看再看，哎哎哎哎，看见了。你看这能量，让这刀抬好，再过一刀追上去。这个追击节奏我觉得老李能保平，但不一定能赢，因为他的对于电机的一个压力给的不是特别的够啊，给的不是特别的够，就是他能往保平方向打，因为他如果说死追着这冒险家手的话是能往保平方向打的，先追掉了自己。但是哎，前锋全程跟着你，这前锋肯定要吃一刀呀，这楼梯上面如果一刀冲刺上去。好，冒险家这边再被摸起来，传送过来找到的是佣兵，找冒险家，找冒险家，哎，看见足迹了，看见足迹了，还在看，还在看，哎，人呢？这冒险家也是永远没看见。好的，这样的话，这个冒险家直接没了，冒险家没了，外面三台机还能打，求生者还能打。因为他是针对着一个人打的，就是老李的这个打法呢，还是一个就是正常监管者的一个打法，就是追着这个人，对吧？这个人是一个倒地直接流血流死的状态，我就是追着这个人打。而我们目前看到那些就是经常打的这些那个博士的话呢，他们的选择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见人就打，见人就打，然后把求生者节奏打崩的一个思路，这种思路才有可能去赢啊。老李这个思路的话，打到开门战，真的现在如果说电机给他修开了，是有可能打一个三跑的啊，是有可能打一个三跑的。好，这边一刀能不能抬走？他这边主要没有控能量，没控好。他如果说有一个那个涌动状态的话，其实刚刚那地方一刀跳刀应该是撇过去是够了的。先知这边外面的话重启一台电机，然后前锋这边拖一手拉走，先知要爬开一刀。不过老李他带的是挽留，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说法的，他带的是风窗挽留，所以跟其他的监管者也不一样，开门战的一个能力会可能会更强一点。佣兵这边要来摸一手，然后帮忙扛刀什么的嘛。电机的话差了没多少了，前锋这台电机差了没多少了，要去补。守电机会更好一点吧，不守电机的话，我觉得穷者有的打，我觉得穷者有的打。传送守电机，对，守电机更加的有赢面。
板子下掉，这边先这边摸起来，两个人应该要进医院二楼去互摸一波，直接摸，当面摸，当面摸，前锋这边一刀，满球前锋，把前锋赶走。但是佣兵和先知这样的话，就是一个满血状态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觉得这把求生者保平真是啊，我觉得求生者可能保平真是那面更大一点。然后这边要做的就是外面重启一台电机，一个人压在这台电机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外面重启就可以了，就是求生者保平真胜的局。什么叫奶味？这你们是不相信我的判断了。这个局虽然说博士有挽留，但是真的没什么用啊，真的没什么用。你除非这边处理掉的是先知啊，处理掉的先知呢，这先知直接流血流死的。但凡你抓的是就开门战抓的是佣兵前锋，门一开，好了，这个人强行爬出去，对吧？46%，我觉得老李这边开门战一定要想清楚的，就是硬要去抓一个先知啊，抓个先知他有机会去保平真胜，如果不抓先知就穷人保平真胜。看见先知了，可以，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有机会了，而且手上还有一个传送，手上有一个传送。先知这边在吸鸟，能不能吸只鸟？能吸个鸟，穷者也是很有机会的。现在两边五五开，把电机直接点亮。好了，地窖就在这边，地窖就在这边啊！一个开门，先知吃一刀进医院，第二刀追击，拉近距离，先知能不能吸出一只鸟？能不能？有鸟了，有鸟了，有鸟了！我去，门开了，门开了，门开了！直接传送，佣兵帮忙扛刀，前锋有球啊，前锋有很多球。先知这边好像，哎呀，还是走不了，地窖不在这里，那平了啊，平了也行，幸好对吧？你要是不留这个先知，留个前锋，这前锋都能爬出去。刚才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个状态最好的情况是什么？前锋吃一刀，佣兵帮先知扛刀，前锋爬出去，这个博士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这前锋，哎呀，主要还是打得不够多啊。如果说复盘来看的话，确实前锋那边不用拉球，前锋那边就是吃一刀，硬吃这一刀，然后前锋爬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一个擦刀时间，佣兵保护着先知走了呀，三跑，对不对？我分析的是不是没有毛病？